我暴露了，是警察厅的特务盯着你好几天了，你马上收拾东西，准备撤离。是，能带走的带走，该销毁的全部销毁啊！坏了，怎么了？海丹同志给我发来消息，让我今天晚上就去金三浦家，他已经向金三浦递交了结婚申请。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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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江老师走了，海丹的未婚夫也失踪了，这两件事联系起来，金三浦什么都明白了。别干妈，您别沾手，这个呀，我得亲自做。哟，我还没吃过几次你亲手做的沙拉呢。这老话说得好啊。 女大不中留，瞧您说的，我都迫不及待的想看看他是谁了。有您这样的吗？我还没着急，您倒先着急起来了。 海丹，我给你买了老人一的冰糖葫芦。海丹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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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非得让我去买老人一的冰糖葫芦，咱俩要一起来，不就不用解释了吗？买个冰糖葫芦还磨磨蹭蹭的，讨厌！干爹，干妈，这就是我给自己选的如意郎君。好，好，他已经向金三提交了结婚申请。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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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江老师走了，海丹的未婚夫也失踪了，这两件事联系起来。 金三补什么都明白了，小梁，你给我拿根烟。不是，你现在拿烟干什么呀？赶紧想办法呀！要我说，既然郭海丹已经递交了结婚报告，那咱就将计就计啊，找个人跟他假结婚不就完了吗？说的对，就是你，你马上去金三补家，跟海丹假结婚。啊？啊什么啊呀？白捡一个老婆，偷着乐吧你！你听着。 我现在送老将军木棒，让刘闯连夜安排他出城。你呢，去金三浦家陪着关海丹，把这出戏给我演好。别别，你等会儿。我倒是没什么问题啊，关键是你妹妹，这未婚夫突然从江老师变成了我，他接受得了吗？你听着，到了金三浦家，见到海丹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告诉他一句话：老人义的冰糖葫芦，这是他小时候最喜欢吃的。 经常缠着我带他去买，只要听到这句话，他就明白。你跟他假结婚，是我的安排。从来从没。哎，你辛苦了。哎，对了，哎，身上带钱了吗？出来急哪儿带了呀？哎呀，第一回见老丈人，怎么能不带钱呢？都拿着，快去吧。多加小心。 收拾东西。怪了，这许从良去干什么呀？是啊，还进去这么久。哎呀，该不会他就是关科长的未婚夫吧？你可拉倒吧！就他那德行，你觉得关科长能看上他吗？ 闭嘴！厅长，我许从良能在警察厅有一席之地，全仰仗于您的重用和赏识。您就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和伯乐。但是今天，我和海丹订婚了。
您就不仅仅是我的伯乐和贵人了，那是什么？这话还听不懂啊？人家是想改口。那得看厅长认不认我这个干女婿。哎呦，今天以为只是海丹名花有主，没想到我的乘龙快婿竟然是从良。好，好，好，既然是双喜临门，那我就锦上添花。从良，你这个干女婿。 我认了，净干爹！哎呦，跟他真快呀！今天可以叫，但是要想彻底改口，得等你用八抬大轿把我的宝贝女儿娶回家那一天才行哦。从良谨记干爹教诲啊！嗯，行了行了行了。三浦啊，以后你可要多栽培，多提拔从良。哎哎，干嘛？您这就折煞我了。 我有几斤几两，我这心里很清楚。我现在这个事务科长，我已经很满意了。如果干爹提拔我，那其他那些比我强的人怎么办？我跟海丹不能老为自己着想。如果那样的话，那不就是给干爹添麻烦吗？再者说了，我能在干爹手下当差，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如今我又抱得美人归，已经别无他求了。剩下的，只有给干爹尽心尽力。 鞠躬尽瘁，他还知道鞠躬尽瘁呢。嗯，这个词不好，不喜庆啊！知恩图报，哎，知恩图报。好，坐，坐，坐。哎哎哎，来，这个许从良挺会来事儿的，而且嘴巴还挺甜。他呀，就是长了一张好嘴。干妈，那我也敬您一杯啊！哎，来，海丹，哎，敬干爹。 祝贺你啊！啊，敬干妈，哎，一块儿啊！哎哎哎，合家欢乐！嗯，好，哎，来来来，吃啊！吃吧，来，你快尝尝吧，这可是海丹亲手做的沙拉。哎，谢谢干妈，谢谢老婆啊！九儿姑娘，老姜，准备出发吧。 川哥，我不想去。你傻呀，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，你要上山去好好学。九儿姑娘，发报员对于我们地下党来说是我们的眼睛和耳朵，这个位置非常重要。之所以选中你，是通过最近这段时间对你的观察，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胜任。哎，林老板。 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，但是我真的不想去。那行，我们不勉强你。走吧。好，老林，嗯，再给我几分钟。好，走吧。你傻不傻呀？啊，你为啥不去啊？我怕我学不会，万一再连累了大家。 爹咋死的？何大牙害死的。何大牙是谁？杀父仇人。那你知不知道，这世上有多少个何大牙，多少个九儿？你是被救了，被谁救了？共产党。那些九儿呢？那他们呢？我去。长哥，我要是学不会，你会骂我吗？ 老林，那这件事就这样啊。等一下，谈完了，那我们回去吧。我上山。好啊，上了山要好好学习。嗯。啊，出发吧。
好好照顾海丹。您等一等，干爹您就放心啊。回去吧。好好好。海丹，你洗头凉，这放心，我这肯定把他当个好雇的。好好。慢点儿，知道了。好，知道了。您别送了。哎哎，回吧，干爹干妈。我们走了啊。再见啊。慢点开。再见，干爹干妈。来来来，再见。照顾好海丹。哎，走了，干爹干妈。哎，留步，留步。哎，回去吧。哎。 做事儿，你还不放心啊？我怎么想出怎么做？我觉得挺好的呀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知道老姜暴露身份了？哎，你觉不觉着金三浦今天他怎么就……我问你怎么知道老姜暴露身份了？ 事发突然，什么事发突然？分明就是他一手操纵的。你问问他，他早知道姜老师身份暴露，他就是不告诉我。许从良今儿什么行径？你说，你这就是骗婚。没错，许从良在这件事情上确实是有私心。不过海丹，你仔细的想一想，让许从良顶替老姜，是现在唯一也是最好的办法。 行了，别生气了，消消气儿，咱们好回家。谁跟你咱们呀？我告你许从良，你不是能骗婚吗？我也能离婚，我明天就打离婚报告。郭海丹，你再脸了是吧？啊，要不是我发现江鹏宇暴露了，他现在就被抓了；要不是我千方百计把他给救出来，他现在就奔赴刑场了；要不是我今天跟你假扮夫妻，你这个谎怎么圆？ 见着恩人你不千恩万谢，还跟我发脾气？我告诉你，郭海丹，你别仗着我喜欢你我爱你就可以胡来。你要换个人试试，白给我当老婆我都不要。许从良，跟谁说话呢？你刚跟我妹妹订完婚，就开始耍威风了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你从今往后要敢对不起我妹妹，我这个当大舅哥的第一个找你算账。大舅哥，我错了，我以后一定改掉自己这个臭脾气。 你这是帮他还是帮我呢？啊！海丹，我既不是帮许从良，也不帮我妹妹，我帮的是剃刀。感情上的事儿，你可以发脾气，但只要涉及到党的利益，你必须保持冷静。放心，我不会因小失大的。可是他呢？ 就他这臭德性，你敢保证他有这么高的觉悟吗？我怎么没有啊？我帮了你们干了那么多事儿，哪一个不是替天行道的好事儿？我要没觉悟，我能干吗？正因为如此，于公呢，我希望我们成为革命战友；于私，我希望你和海丹。
成为真正的革命伴侣。革命伴侣？问你话呢。我当然愿意了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让我上井冈山打游击，我都愿意。大哥，嫂子，你回来了。乌鸦嘴！我又说错话了？没有，今天叫的特别合适。自己上客厅打地铺去。哎，老婆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先跟你说说我们共产党的历史。不用，马克思我知道，咱们厅里收缴的小册子我都读过。恩格斯我也知道。都知道，那你跟我说说吧。用特殊的手段骗婚成功，而且得到了组织上的认同，这让许从良非常得意。革命伴侣这个词，许从良并不明白，但是伴侣的意思他是明白的，只要成为了伴侣他就满足了。至于革命这个词怎么和伴侣结合起来，那是下一步的事情。没啥，这山上的全是进步人士，那嘴里吐的一本本全是书，这里边别的全是笔。他要是……哥，你知道我说啥不？哎呀，就是他跟别人进步了，然后我咋办？你不是也挺进步的吗？我跟你说正经的呢。你给他，我给他拿吃的。真我给啊？九儿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嘿嘿，欢迎你回来，九儿姑娘。谢谢哥。回家。嗯。请上车。闯哥，你想我没？想。呦呦呦呦。
抢。慢点。里边请。许科长，请。觉得怎么样？挺好的。行了，早点吃饭吧。来，九儿姑娘在山上辛苦了。今天啊，我们好好吃一顿啊。哎，那个林老板，能不能先别着急吃饭啊？可不可以先把正事给办了？那好，我们走。嗯。哎，你们干嘛去？把我一个人扔这儿？啊，这是我们党内的一个小仪式，要不然你旁听一下。我不去，我吃饭。正式的共产党员了，我们共产党可不行玩这套啊！啊！好了，再次祝贺你。欢迎。
许大哥，你吓我一跳！你哟，妹子，这新鲜玩意儿你也会啊？那当然了，别小瞧你这媳妇儿，现在跟山上还有关里那边联系，全靠她。是吗？嗯。哎，这新鲜玩意儿，我听说，凭空好几里地都能传消息啊。许大哥，这种短波电台啊，不光能传几里地，还能传几千里地呢，甚至可以从这儿传到国外去呢。 嚯，是吗？嗯，好了，许从良，办正事儿。哎，刘成、九儿，回避一下啊。好，姐，走了。海丹，坐。从良，哎，你可以开始了。啊。 接受你的申请，接下来，党小组就会讨论你入党的问题。孤魂野鬼这么久，总算有家了啊！是啊，我希望用不了多久，在你的名字后面可以加上"同志"二字。<笑>谢谢，恭喜啊！哎，我还要感谢我的入党介绍人关海丹同志啊！<笑>你赶紧上去。 我跟我哥还有事儿谈呢。行，那你们聊啊。你看看许从良这个字儿写的啊。知足吧，这我都让他抄了不知多少遍了。<笑> 你俩傻不愣登杵着干嘛呀？妥了。妥了？那我给你买酒去。买什么酒啊？酒楼还没酒啊？好日子得喝好酒，酒楼的酒都是蒙人的。嗯。哎呀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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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呀，哥，你要对九儿有意，那你来。我开玩笑啊，许大哥，我真的选你，真心的。闯，这我真是跟你们开玩笑。但是话说回来啊，我给你找这么好一男人，有点回报是应该的吧？都齐了，就差许从良了。哎，你大哥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买酒去了。我去叫他。好。哎，九儿，笑啥呀？刚才许大哥让我叫他范宝，他现在现学现用的。啥意思啊？前面那个呢是英文单词 G， 后面那个呀是英文单词的 M， 合起来呢就是英文的早上好，还挺像回事哈。嗯，我也来考考他。嗯。
好了，话我传到了，吃饭吧。哎，不是，这有啥意思啊？不等我大哥了。你先吃饭。我跟他说了，一会儿就滚上来了。哼。来来来来。哦。哎，来了来了。你刚才发的是 SFD 三个字母吧？哎，听出来了，挺厉害啊！你别着急夸我，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说的是啥意思？哎呀，别扯犊子了，赶紧吃饭。谁扯犊子了？我在学习呢。海丹姐敲的就是，别扯犊子，赶紧吃饭。哎，你别说，这挺厉害啊，就这么几个字母，把那么长的话都给弄出来了，啊，太神奇了。SFD 呀，就是英文情报，停下来吃饭的简写编码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那以后，咱俩在警察厅里。要是有一些不方便说的话，都可以用摩尔斯密码了，是吗？你这才学了多少？就这么点皮毛就敢咬？咱们警察厅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比你更懂得摩尔斯电码，千万别在这个上面耍心眼。摩尔斯电码可以由任何两种不同的声音、形状、颜色、节奏、色彩、高低来代替拼出密码。变化无穷，高深莫测。你这种非专业人士千万别玩，小心把自己玩死。那不行啊，这三个字母再学不会，那多被人瞧不起啊！啊，行了，别扯犊子了，吃饭吧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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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喝酒，祝贺祝贺祝贺一下，祝贺一下。嘘，安静啊，这事儿咱们要悄悄的啊。找什么呢？我，他在这儿，我得想我睡哪儿啊？睡那儿啊，跟太郎睡一块儿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回到警察厅，我跟人说我跟狗结婚了。哟，那你得问问太郎乐不乐意啊。嘿，喂，喂，嫂子，我龙四，我大哥在呢吗？找你的。找我？怎么打这儿来了？谁这么有眼力见儿啊？哎哎哎，啊啊啊啊啊！那气焰，哈哈哈哈哈哈！
好，哎，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。哎，好，我在楼下等你啊。哎，那七爷非要给我们送份礼。哟，那你快下去吧。哎呀，这吓了我一身汗呢。哎呀，人噎死我了。哈，兄弟，铁大哥，哎，什么事儿啊？着急忙慌的。七爷的一片心意。什么呀？这是法国糕点，你跟嫂子用得着，回去好好欣赏。我先走了。哎，给七爷带个好。哎，走了。哎。我也不知道，说是法国糕定，我看看啊。咱们警察厅的大管家，敞亮。那当然了。哎，请柬呢？你看，消息够灵通的啊！咱们厅里面扫地的老头都知道你小子把关大美人骗到手了，我再不知道那不成聋子了。什么叫骗？哪？这叫本事。就冲你这句话啊，订婚宴上多罚你几杯的。罚你！徐科长，厅长叫你过去。好，那个我赶紧给厅长送请柬去啊。快去吧。